大家好，我是 Lens Wong。 OK， 今天为大家测试一样东西，就是 Laminate 门，它用实心木的话到底它有多坚固。等一下我就会用这个大锤来表演一下。这个是半坡啊，这是木芯。其实这个门算很坚固了，毕竟这个门是躺着，拿铁锤的人容易发力。如果这个门是站立着的话，我肯定15锤是打不破它。